No SD 什么鬼啊？我刚刚跟你讲，你还很自信的跟我说你装的。有差、啊，他觉得他没有。再看一次，还讲 No SD， 换一张。我觉得他卡的那个不是很明显，奇怪。还是说 No SD？换一张给你。哎，现在先不要动它，先不要动。先上车啊，上车来弄。他鞋已经帮我擦好了。哦，好、啊。刚插线的时候应该也要有充电模式才对啊。也没。一插它就要亮才对啊。奇怪，好了，上去吧。然后它一体成型，我又没办法把电池拿下来，莫名其妙。好、哦，凉快，凉快。晶晶，很多人呢、欸。先上啊，先上。Thank you.
线就有了。
这样一路。我已经拉了。没有，都开了，松开。好，等一下。这样子。上网查一下吗？应该很少。我来弄。反正就耗到他没电了。然后吹吹凉风，冷一点就没电了。你会查到 New Hero， 这个应该不大有人会讨论。Hero 几？这是最旧的 Hero， 最旧的廉价 Hero。然后它型号很喜欢，有的时候没事就加 Hero， 所以你应该查不到的东西。宕机，你是打扫宕机吗？那你会查到别台啊？
昨天那个水汽还在，第一次碰到这样，水汽跑进去了。哇，好平哦，家里好平哦。今天第一趟怎么滑？要滑上面，还是一路滑下来，还是要怎样？说要先滑那个红格啊？滑哪个？滑那个，就是它还没被那个。好，那就是一路滑下来，滑到中间，中间的时候切到左边，再去滑最长的那个红格，然后最长的红格可以拿棒棒拍。上面你们想要拿棒棒拍也可以，上面比较短一点。上面拿棒棒拍的话，我们的能力可以三个人都拍到的。可以啊。对啊。那上面就玩个几次啊？什么？手套。对，一个吗？两个。还有一个。讲着讲，晴天没有很晴哎。等下什么情况？嗯，他是写十点以后，现在才8:36。
上昨天的经验，我是九点才上来，结果上面好像还是。我觉得在看天空。我没有看风速。
这样也8:45。我好像忘了把鞋套好。全天都是这样，想到就做，没想到就算了，应该会进步很多。他以快摔快摔的 pose。
后现在是稳定的 pose， 身体要往前。树枝啊，怎样？没电了，等下到山顶停下来。钻，他们会钻去哪里？搞不好今天往右就开了。关起来还是打开？两点关。上级者，下午两点关。哎，小。你先插电，哎，我来。我叫哪一端才是？
这一段吧。完了，一样坏掉了。没有没有，这是真正的 NoSD， 抓住吧。还是它 SD 的接触地方奇怪了，所以其实不，刚是真的宕机，因为它关不了机。它现在也没亮红灯啊。对啊，我觉得他根本就有问题了。他说他满电了，完了，没句话。赶快拔掉。好 ，SD 插着。我插回去吗？好了，插好了。会热吗？狗狗，我跟你后面。怎样？怎样啦？怎样啦？你怎样？干嘛啦？你滑？
现在雪都压很好，你要不要滑下面那一段？还是滑上面就好了。怎么了嘛？有怎么了吗？你滑好你自己就好了。又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我就说你滑好你自己就好了。那我又怎么了？啊？不用管我。你怎么了？你就怕蟑螂，我叫你去打蟑螂，你敢不敢？每个人都有会不一样会怕的东西，我就是心里会怕。然后你要讲的一些那种样子，我有讲的怎么样子吗？我讲的什么？不知道。没有啊，早上这样闲到不行就对了。你昨天晚上闲我，闲到我都觉得算了，明天不要来了，你自己来。我不是嫌你，我的语气可能错了，但是你刚刚都做得很好。不要再滑了，可以了吗？你奇怪，为什么要这样被人家一直嫌啊？那我不要滑就好了啊。你自己以后想跟团，你会有自己的朋友，你就去吧。你明明滑这么多天就已经变好了，然后呢？你昨天晚上念我念的那样子，听了就觉得一直念，到我都觉得好算了啦，我又不会啦。没有，哪是？应该是说你没有尝试到那些，我很想让你知道，不是嫌你，因为你那样子是突然会，我还不是讲我第一天姿势超难看，那你连续滑了三天，你一定有进步，只是你不知道再加一点点什么动作，我就是要告诉你那个动作，真的只要有那个，你就可以。瞬间你就会继续进步，只要就可以练习。因为我觉得你那边一直滑，要是没有个目标的话，你的姿势会维持在那个原样，很可惜。然后昨天你那样做就瞬间很好，那我给你看，我在跟在后面，你不觉得就很好了吗？那我语气不好，好，我没有注意语气啊。现在的雪都很难得，你不管滑上面跟滑下面，你今天会觉得非常轻松。然后你刚刚我跟在后面看，姿势也很变得很棒了。那你要选哪里？我觉得今天早上都很好，看你要怎么滑。然后你刚直线加速，你也往前了，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感觉。那样子应该会更稳。我不是嫌你啊。
自己回去看刚刚的影片。明明就很轻松。想不想切过去下去了？趁现在超豪华的时候。那我跟他没话讲啊。其实也不用讲啊，他在我们后面，我们等一下在上面等他就好了。坐缆车就看看别人滑吧。我今天才感受到那个压够水雪的那个往下的那个横直直条纹啊，原来对刹车非常有效哎，它有那个咔咔咔的声音，就是滑起来很棒。以前我都不觉得。我们今天刚刚的路径有一点像，有一点算是大弯，而且雪板比较没有侧滑，就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就是压过去。然后在滑的时候，觉得闲闲没事干的时候，那时候可以还玩一个动作，就是突然把重心的那只脚再压重一点点，感觉有什么感觉。然后那个感觉对于导播很有帮助，还有就是建立信心，就是多压一点点会有一种很稳的感觉。然后我昨天有感觉到的是，就是其实好像可以压得比平常重至少两三倍都没问题，但是因为我们身体不敢摆过去，所以我们没办法压到两三倍重。但是在比较缓的那种坡可以压到超重，就感觉好像右脚完全用不着出力。然后那个感觉哈，我觉得是在不害怕的时候可以一直做那个感觉，然后就好像变厉害了。那我想尿尿了。你有没有尿尿？他在梅花也想要的，这样子的话可以斜切下去，然后做一次那个到山那边的山顶的缆车，那就可以冲去 Jacky 那边尿尿了。就不想再直接去 Jacky， 走好累啊。
里声音也是卡卡。昨天可能没下什么雪。在后面。就我们这次斜切下去，然后坐一次那个上山顶的缆车，然后冲去 Jacky 尿尿，好不好？再讲一次。这一次就切下去走环山，然后下去一点点坐去那边的缆车，然后就可以冲去 Jacky 尿尿。OK 啊，好啊。好啊。那你直接走呢？好。Junior 要走了吗？你认得路吧？自己切去。只是拍个照而已。有，再来一张，有你们两个好，再来一张。再来一张，好，不要，我照片回来。切切，他记得切吗？切切，他该不会直下了吧？我跟在你后面啊，好忘记切了。那也是可以尿尿，他想起来了。你不用跟在我后面啊，我还是好，我带。
我觉得会不会因为你很紧张，已经你下面的蜡已经刮的比较多了，有不懂为什么比较慢，还是因为你的板比我短一点，因为我们两个体重差不多，身高差不多，但是我的板比你长一点，那板子越长速度越快。啊？有小动物的脚在走走走。今天比较少，就是说没有很深啊，被雪盖了还是怎样？尿尿。太阳才出来一下下而已，OK 的 ，Boss。这也是朝前倾，比较直的。觉得背后已经暖起来了，有太阳的感觉。都很低耶，这个是后脚分离的，不算。这是在放空的吧？小扭一下。右边那，中间那个地方切下去吧，冲过去，树后面冲过去。算了，哎呀，
下。一起。锁起来了。先去啊。